Hello， 頭先咧都睇咗訪問啦，就係武藤龍富先生嘅訪問啦。咁咧今次呢個展覽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係 Toys U Plus Crossover 正月再 Crossover 武藤龍富先生嘅。咁咧我哋而家咧有幸咧就訪問到正月嘅負責人，正月嘅老闆阿 Kelvin 啊，就接受我哋嘅訪問。Kelvin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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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咁啊 ，Kelvin 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哇！我見你個鋪頭啦，咁啊喺大坑呢個新村街呢度啦，咁啊好有特色喎。咁其實你本身你個鋪頭咧叫正月咧，點解叫正月嘅？哦，因為我本身自己好中意月亮嘅，咁而我哋正月嘅 concept 就係、是月下相逢，就係、是、所有有自己一個藝術嘅點講咧？每個對自己有一個藝術嘅睇法嘅人咧，佢哋嚟到呢度可以將佢哋嘅睇法同其他唔同國籍、唔同語言嘅人去溝通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月下相逢嘅概念咁樣。明白。咁即係你都知道啦。咁啊，即係我哋潮玩呢類咧，都叫係一啲新興嘅一個玩具，一個藝術玩具嘅玩法啦。咁點解你今次會同 Toys U Plus 去有一個聯成合作咁樣咧？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住在日本那邊的，咁而我自己都很喜意浮世繪呢個風格啦。咁到我見到Lewis Gerson 嘅畫作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很 impress。咁就哇，原來浮世繪再加時尚是可以去到呢一個程度咁樣。咁我就覺得不如邀請他嚟香港，俾大家看看到底一些新的啲畫作咯，會係點樣樣？原來係咁嘅，咁樣咧，咁即係我哋亦都知道啦。咁啊，展覽就係到七號啦。咁平時咧，你哋鋪頭咧，其實主要係賣啲咩產品為主？咁亦都係賣俾一啲邊啲嘅客人咁樣咧？其實我哋鋪頭咧有好多唔同嘅嘢啦。咁可能由最貼身嘅，可能我哋有香水啦，可能有一啲手工揀啦。咁呢啲就會係一啲香港嘅朋友去做嘅，咁比較天然啦。咁另外去到可能我哋有嘢飲啦，咁我哋就有墨汁酒廠嘅一啲手工啤酒啦。咁另外至於去翻日本嗰方面，我哋會有一個藍染嘅一個服飾啦。咁係我哋有一個日本嘅朋友，佢將一啲劍道袍去改造，做一啲新嘅衫或者一啲袋啊唔同嘅嘢啦。咁另外仲有日本嘅玻璃啦，熊本縣嘅玻璃啦。咁又都有好多首飾啦，嚟自大阪啊、東京啊。日本不同的地方，咁嚟緊我哋仲會有好多更多唔同嘅 product 啦，甚至乎其實我哋之前我哋都會定期搞好多唔同嘅 pop-up， 我哋紋身展有試過啦，畫展我哋有試過啦，相展我哋都有做過啦，咁我哋都希望未來帶俾大家更多更多嘅唔同嘅展覽，去俾大家去認識更多唔同人對藝術嘅睇法。咁樣咧，因為我頭先咧就聽到你講啦，有好多產品都係日本嚟。咁我又見到你，哇！一身嘅打扮都非常之日式喎、仲有呢、這個係啊，日本嘅木屐喎。咁其實你同日本係咪好有淵源嘅咧？其實我住咗日本都六年啦，咁、我就兩邊兩邊走咯，係、啊，咁就喺嗰邊住，咁然後呢邊又會住，咁就已經習慣咗日本的很多事物啊，很多的怎麼說，生活態度啊，生活習慣啊，即很多都是已經習慣了在那邊的這樣。嗱，大家就知道啦，好多好嘢又喺日本嚟，亦都有香港本地製造，系啊。咁咧，好啦，咁咧，大家就記得嚟咯。咁呢度咧就係大坑村啊，唔係啊，大坑新村街35號啊，正月啊，咁啊，記得大家嚟睇睇啦。有啲難揾個平衡喎，呢條街係都係叫新村街。係啊，兩條街咁啊，大家都記得啦。咁啊，呢條街咧就係平衡嘅，咁啊，大家兜一兜咁啊會揾到啦。基本上好有型嘅。咁啊，唔該曬你 ，Kelvin， 唔該就接受啊 ，thank you。